锵锵三人行，还是 Merry Christmas 啊 ！Merry Christmas！ 哎，咱们这都聚在香港了，所以这个大佑哥还有家辉兄，咱们这是过了一个圣诞节，对，三个老干葱，快乐的圣诞，快乐的。昨天是平安夜，哎，这句话不能讲。我在我拿中国魅力人物以前可以讲，好好宣传一下。拿了以后就伤害了我的心灵。说人家会是魅力五十人嘛，从此让太太感到极大的焦虑啊。哎，你要说最近呢、啊，我还真是就老觉得得带点红，也不知道穿袜子啊什么的，穿内裤啊什么，就我就觉得总要带一点红，因为就是觉得很邪。不是，就红啊，觉得能好像能避一些，因为他们觉得最近这个流年呢、啊、非常奇怪，从这个金融海啸啊。这整整就觉得这个有些事情邪得厉害，所以就要避避邪，有些人就有这种心理。所以现在来了的这个嘉宾呢，我都问问他们，就说聊聊2008。嗯，2008年，哎，大友哥，你这个时代神经这么敏感呢，这一年可真有意思吧？很厉害，很厉害。嗯，我就写灾之前，我人是在桂林的，跟几个香港的朋友，我们在桂林玩的。那待了几天呢？我因为要到上海去，那他们是大概二十几号，大概21、22号就走了。我人在桂林待了几天，那就还好。我到上海的时候，就是也走得快，大概25、26号走。啊、嗯，之后就写在、嗯。那我就觉得后来就是叮叮当当，叮他妈事情就没完了。512，对，512，你在哪儿？我在台北，我正好是那时候不是选举刚完吗？马英九不是上了吗？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在美国西岸有一些团体。就希望能够那些比较支持马英九的朋友嘛、嗯，希望我们能去那边也唱唱歌、嗯，替马英九祝贺一下。嗯，那原来是个祝贺的一个两场演唱会在 LA， 一个在 San Francisco、嗯。结果呢，正好碰到地震。嗯，那我那个时候不是在等 visa 了吗？嗯。美国的国籍不是也没有，对，不要了，一怒之下，对，为了反绿是吧？然后就在陈水扁他，就在申请那个，就申请那个、嗯、那个出入境证，那申请那一直不下来嘛，我估计可能他们还对我的考虑还比较多一点。嗯，我正好碰到那一天，我就坐在那看电视，哎呀，糟糕，嗯，对，然后、哎、对，从那个时候，然后一直等到5月19号，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挺对，定个国殇日，然后、嗯、对那个对，那个还蛮严重的。嗯，因为我在台湾看到连那 Bush 都到中国领事馆，到纽约中国领事馆去致哀，对，那很严重的事情。对，是，就所以今年啊，就让人觉得，你要是看命盘呐、啊嗯，你会觉得就是难测，嗯，就是非常难测。嗯、你说他是有这么大的灾难，但是呢，很多人都跟我说，甚至个人生活当中的巨变呢、啊，巨变也都在今年发生。今年非常有意思，对，因为有的是好事，有的是坏事。你像这个奥运。这中国不也挺火的吗？对，也是在2008。对，这个金融海啸，对，什么2008？对，大起大落。因为外面发生那么多事，你个人的一定随着调整你的生命的步伐嘛。嗯，像我好几个年轻的朋友都是今年大学毕业，医科生、法律生，也是因为发生那个震灾啊等等事情呢、啊。他们以前这种生命的轨迹啊，一毕业了就去赚钱了，赶快去专业赚钱。嗯、他们不是。给自己停两年，你要去做，去参加那个国际义工组织哈，不仅去中国，还要去其他南非啊等等其他地方哈，去贡献奉献自己哈，所以整个生命你跟着外面的步伐，人生观都改了。对，你我假如这样都不改的话，我觉得特别他们那个20出头那一批哈、啊嗯，假如都不改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理想跟血性、啊。对，而且也是顺应当前的这个现实形势的。嗯，这今年你知道，对，几百万大学生一出校门就失业，但、嗯、当然不太失业、嗯，就是找不到工作了、嗯，完全找不到工作，甚至就是说大学生什么民工化。我就想几百万的大学生他处在一种没有工作，而且你知道说是什么进入老龄社会啊，现在就讲我那天看调查，就是靠父母的就叫啃老族嘛，就到现在可能28、29岁30岁还赖着让父母养，因为现在呢父母工作比较稳定也有一定的基础，年轻人又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个比例啊直线上升，将来就是说这个很大年龄的这个年轻人他还住在父母那儿靠着父母养活，这种现象也很严重，
对啊，那整个这也不仅是中国哈、啊，这个整个全世界高龄化一直在讲怎么来解决，所以以后的医疗负担，以后的这个种种的福利负担呢、啊，是非常非常巨大。对，当然你要讲到这种说是年代啊，我就觉得咱们昨天还聊中年嘛，中年有的时候会有回忆嘛。有人呢、啊、就提，我最近看见南方朔写了篇文章，就是这想到大佑哥可以聊聊这个啊。说是台湾已经日益远离一度拥有的黄金时代，哎，我突然想起来啊，台湾是有一个所谓黄金年代的，大概就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也就是70年代、80年代，还不光那个时候是经济上。南方朔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呢？最近这个王永庆死了，王永庆就代表上世纪60年代这个经营之神，对，说台湾人那阵叫什么那个字念什么筚路蓝缕的艰苦奋斗的那种经营的精神，亚洲四小龙嘛。但是最近又有一个人呢，这台湾的新金融教父郑申池，最近涉嫌政商勾结的这种脏事儿给抓起来，对，他说他又是代表了这个新一代这种台湾的这种腐化，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候去看呢，包括很多文化界人士，就是说不光是经济上的黄金时代，70、80年代，你看台湾的这个现代民歌运动，传到大陆，后来就说是侯孝贤的电影，就很多，而且包括文化，让人们觉得那个时候好像还有一种理想的，甚至是浪漫的，在就现在很少看到的一种东西，你有这种感觉吗？其实人在其中哦，反而有时候大概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吧。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有那个条件说，当初听的是都是一些英文歌曲，听的都是日文歌曲。其实台湾早期是一样的嘛。我们现在在骂人家说啊，翻版那么多，怎么都不买翻版的，怎么不买我是正版的？其实说实在，我们那个时候也是从听翻版的开始，是吧？终于毕业了，终于成了。学生哪会有钱嘛？我大概初中的时候也是买8块钱台币一张的那种学生之音，而且是全部挑第一名的歌，全部是那种精华之选嘛。学生哪又会有钱？对，一直到大概大学之后自己哦开始储钱了以后，有年用金多啦，才开始去买那种稍微比较正版的东西。到了有一天，哎，开始不满足了，为什么老是听别人的歌？哦，自己想写自己的歌。突然之间想买吉他起来了，对吧？好，因为小时候有一些钢琴的训练嘛，对吧？想买自己的吉他起来，想写自己的歌了。哎，到有一天想组一个乐队起来了。哎，到有一天，突然想出自己的唱片起来了。对，只帮别人写歌还不够，自己想出唱片。可是，在你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哈、啊，所谓一个时代，也要成为一个平台可以配合你来发展。对，其实我自己它整个开放，整个累积。我从主观的镜头这样看的话，我完全不知道说，哎，旁边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回去想这个过程，环境里面一定发生什么事情是可以让我这个想法可以来造就你这种情况哈。所以大佑就像一句话嘛，什么叫喜剧？喜剧就是悲剧加上时间嘛。有人说悲剧加上距离啊，时间跟距离，你隔远了看，哎，那个悲剧好像就有那些喜剧感在里面哈。实际上，所以说刚才文涛说70年代、80年代，对，那是台湾黄金时代。家辉对，谈可能比较。他当时在台湾。对，因为你从香港去台湾念书。对啊，因为当时啊，其实大佑也已经身历其境，那你的音乐也受到各个方面很多的压力，当然市场民间很欢迎，官方还是有所避讳，对不对？当时呢，坦白讲，我不相信你当时没有烦恼，对不对？一定会觉得 啊，好生气，很愤怒，什么？第一张唱片就被禁了五首歌。知乎者也，我记得这1982年也是很重要的一年，他的知乎者也出来，然后当局给毙了五首歌。4月23号。然后那一年呢，说是2月10号，李敖出狱。一出狱就揭露这个监狱啊，司法的黑暗。对。然后台湾有个新竹少年监狱，那年也是暴动。对，就一系列的这种事件，你看到后来就是那年的2月24号还是胡适逝世的20周年、而那个时候国民党戒严已经30多年，对，那个时候说什么言论自由啊什么的，开放党禁啊，什么暴禁，那个运动也风起云涌。 对，然后龙应台的野火集也是那大概那一年，1983、85年结集，就83年登。里面没写我的事情是吧？你那年干什么？我一九告密呢是吧？我1984年读大学2年级，台湾大学出版第一本书谈李敖的，里面只不过轻轻提到国民党几句而
而已。第一个，我要用笔名来出，啊，那个出版社都不敢用我的真名，其实真的很轻皮毛的。然后呢，结果呢，然后呢，就学校的教官就来整天找我麻烦，跟我聊天，跟我谈心，你知道吗？没写进去啊，没写进去，难分说说的不对。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像他的歌词就反映那个时代，像什么鹿港小镇这儿有这歌词，哎，你来唱一下，我来唱。台北不是我的家，什么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哎，而且呢，那个时候讲说是未来的主人翁，说这张唱片在台湾四首遭禁，新加坡一口气禁掉了八首，就当时对他有争论，说你到底是文化斗士还是青少年人的洪水猛兽，一度就有这个争论。但是你看那个时候他写的一些歌词啊，我觉得看看今天。你看当时他的歌词是什么，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的发明变成电脑儿童，哎，这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呼喊。但是到了今天，你看你还有，你看紧接着是现象七十二变，是吧，包括这个一年过了又是新的一年，每一年现代都在传统边缘，在每个新的一年365天，我们都每天进步一点点。还有什么亚西亚的孤儿，那一首一听就哭的，对，我们在大学就唱。我是有一个什么感觉啊，就是你看今天啊，跟那个七八十年代，前一阵儿我在这个内地啊，也跟一些音乐人谈，他们就讲，你比如说那个郑钧的搞音乐，他说当年嘛，这个有一些歌手凑在一起的时候啊，他说我们就是自己这个喜欢唱歌，喜欢写歌，包括那个什么那英啊，或者什么都是今天的明星。他说我们第一次在一个演出场合见面的时候，都觉得有点像学生啊，谁都不认识谁，更甭说身边什么跟班啊、保姆一大堆，没有那个明星的，就是一群喜爱音乐的年轻人，对，凑在一起。他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到后来就变成了那么一种工业。你像现在就是说唱歌为了出名嘛，有些你在音乐方面就是可以说根本就没什么音乐细胞的人，但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工业打造的是偶像。可是回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至少有些真心英雄吧，比如说不管是反国民党的坐牢的唱歌的，从这些歌词你看出来他好像有一些真诚的感情，质朴的那种东西。当然今天人看起来那算不算幼稚天真啊？而且这种东西今天还有没有？比较难，因为现在很多东西是可以从虚拟的世界里面找到的。就是现在我们说，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到底还需不需要自由这个东西？因为你一上网什么都有了，对，那个虚拟的自由本身其实也算是自由了，超自由了，超自由，什么都有了。就是你去旅游吧，你去哪里，你看了那么多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什么东西都有了。到底自由这个本身是不是已经算是我们上网已经都对？对对，大家说的对，因为有人讨论哈，有人讨论说自由啊，当你说需不需要的时候哈，可以换一个说法说，自由跟我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很多年轻人呢，对于他来说呢，不要说自由啊，连在现实生活里面的成就，我们一般人啊，觉得说，比方说，事业啦、财富啦、爱情啦，什么那些成就，他都觉得跟他无相关，什么样的挫败都没有关系，因为他只要回到家里，坐在房间，坐下来开个电脑，他里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没错。他 care， 他注重的是那个东西，没错啊，所以这个分离的情况，的确，我们面对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游戏规则啊。你就说这个游戏儿童啊，电脑游，我现在觉得很多20几岁以至于30几岁的人，他发现了一个世界。说实在话，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不需要什么了，什么都有了，因为他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吃饭，他全在这个电脑游戏的世界里，而且他有他的哲学。你比如说，有人你跟他说啊。一说就跟你急，就是你说你懂什么？对，我这个电脑游戏对没错，有艺术，有音乐，有灵魂。你们以为我就是玩吗？没错，没错，没错。就他什么都有他的想象力，有他的想象力，想象的空间，甚至有政治。这里面的游戏有搞三国的，没错，什么都在里面。还有打扁也可以在里面，在里面打扁。那个，所以文涛刚说那个情况啊，就套回南方朔的那文章的标题啊，什么西区的黄金时代哈。
这个呢，假如用现在刚才你说的那些游戏儿童的角度来看呢、啊，这种标题是没有意思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只要电脑在，只要有电源在，黄金时代不会失去的。哦，永远在一天24小时、嗯、一个礼拜7天，一年365天哈、啊，他不会有感慨失去一个黄金时代这种感觉，因为完全黄金时代就在网络世界哈、啊。嗯，那大佑，你会留恋那个时候的很多故事吗？我当然会留恋那个时候。我们譬如说，我们再回到最基本的，不要甚至不要讲说那个70、80年代，我再回到60年代、50年代早期，5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讲圣诞节、嗯、那时候我讲哎呀圣诞老公公来了、嗯、我明天会有个礼物给你，哎呦真是，然后会从烟囱拔下来，我说我家里没烟囱啊，我爸就是哎呀对家里没烟囱，可会从他会开窗子，从窗子爬下来，后来想当然都是家里人办的嘛，对这个事情这个谎话总会在你开始明白事情以后、嗯、哎那个圣诞老公公就不见了，嗯，但是那种惊喜啊，那种感觉永远在心里。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盼着就是过春节嘛，嗯，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那个时候大陆人一年就穿不了几件衣服的，春节就爸爸妈妈会给你一个新衣服，我记得还是一种蓝的什么迪卡布的，我就知道一睁眼枕头旁边就放着那个新的蓝的那个迪卡布的衣服，就是你现在不可能有这种感觉。对，而且现在有这个网络之后呢，人家还在讲说好像70、80年代的你们呢，那个包括60、70年代，说这个人呢透着一种认真，比如说你个 rock and roll， 他至少是愤怒，对对对，愤怒或者是真诚的思考。对，但是今天的人看起来，今天不都聊什么犬儒吗？嗯，就觉得你们要奋斗什么呢？你们要想争取什么呢？是吧？你们要干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有了。嗯，对。你这个你有比较过没有？比较过啊，我基本上把这些哈，怎么讲？我们还是有现实嘛。当我们一拔电以后，我想电视灯都不亮了。电视也没有办法 work， 那崩溃了。对，那就崩溃了嘛、嗯、其实游戏机也是一样，我们还是有真正的现实世界。太阳一下山、嗯、我们还是叫到晚上嘛，太阳下山明天就爬上来，明天还得爬上来。所以圣诞节过了当然明天会来，但是没有人保证就是明年一定还是三个人会坐在这里嘛，因为不知道对，人生最重要，你刚刚讲的那个名义会放在那边，就是因为有爱。嗯，因为一定得坚持说得有爱，人得有希望，就是得把一个鞭炮放在那边把年赶走，得有个圣诞节放在那边，大家坚持到底，明年才会过得更好，才有新的一年。好好好，爱爱爱好 Merry Christma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最近这个台湾说海角七号嘛，这个特别火嘛、啊、对对对，大家有人又想起海角七亿了嘛，就是说海角七号就表明啊，人们在今天这个年代啊，他是怀旧的，因为他觉得就你说的这个爱，也许他觉得过去的某个时候黄金年代是有爱有梦，那么这个是怎么破灭的呢？破灭我想是来自于这种当局者的贪心吧，贪心跟自私吧。你刚不在讲，可就我们开始不在讲红色的嘛，对不对？2006年，我们不是一大堆人穿着红色的衣服吗？红三军吗？对对对对对，你还唱歌呢？对，那我也幸与不幸了，我们也算是参与其中。对，嗯，那、啊、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当年你参与其中嘛，在上面嘛，还一怒之下，好像呼叫啊，不，呼叫跟那个无关哈，呼叫这之前哈，就唱歌哈。现在终于看到这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看那个姓陈的家伙哈，现在事情还在进行中。那你的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想当初施明德发起那个红三军的运动，那个还是起了蛮大的作用。嗯，虽然红三军那个运动到后来是比较好像很多人是失望，说他没有达到当初导扁的那个整个预期的效果。不过到后来整个判决书一下来，这个那么厚的将近300页的整个罪行跟这种行贿跟受贿跟贪污的过程跟事实摆在前面，当后面还有两个很大的案子还没结吧，嗯，对，还有个这个二次精改跟其他事情还没结。不过我想，那么清楚的东西摆在眼前的话，我想连民进党本身他们自己都有人跳出来讲说，
陈翠萍，你不要再讲话了，好吗？但是这个问题，我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台湾怎么会出来个陈水扁呢？哎，真的不好意思，这好像你要说，我每次提到这个人，我都一定要跟大家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台湾人其实说实在的，就平常咱们接触啊，我觉得台湾人都挺好的。后来他们讲啊，就是说一群烂好人呐、啊，就会出来一个坏人把他们制住。会，因为怎么讲，台湾地处中国整个那种东南角的海岛啊，嗯，它其实是比较孤独一点了。所以台湾生来就有一种悲情意识，嗯，那有假如是有人可以去利用这种悲情意识的话呢，把它转成另外一种好像是一种赚钱的一种本钱的话呢，它其实是可以得到无限的利益的。哎呦，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好像我是被欺负，我就哎，你来拯救我们被欺负的感觉，嗯，可以召唤大家的认同，对，而且还是一忽悠就走，这个人就开始当作就哎，我来拯救你的这个被欺负的感觉，嗯，所以陈水扁他最后进到设身处被审问的时候，他不是讲了哈，你放了他们吧，我来做救世主吧。这个救世主一进去以后呢，出来以后就讲说法警打他啦，法警打他啦，政治迫害马上说都是制造悲情。那我觉得这说起陈水扁，我要想到大佑的好朋友李敖啊，嗯，他这先知啊，他8年前2000年已经出书拆穿陈水扁，对对 对，你们讲非常清楚啊，这个陈水扁要骗财怎么弄权哈、啊，当时坦白讲，包括我在内都不相信，对，大家都不会啊，当然是有一点没有那么相信这个人，可是不觉得他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但我是。觉得你说这个悲情哈，当然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黄金年代这个很多愤怒和真诚的这个思考，它也是跟情感有关。对，所以到今天这个社会，有人说啊，大家都很犬儒，很物质。对，其实是不是也好？这个人呐、啊，太心里涌动着各种各样的悲情，也容易被人呐、啊、翻云覆雨去忽悠去利用。对，我觉得不好。反而是人都很庸俗了，我们就是打工挣钱，享受一下圣诞节。哎，这个社会呢，庸人的社会，就是庸俗人的社会，其实很平和。对，就不会有特别大的危险。对，那我觉得就看你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了。假如说这个社会本来就贫富很多。